是大只的，好大好大的旋风镖啊啦！对，一只妹妹，一只妹妹，别跑，一只妹妹来了，不行。霓虹游大好き，欢迎收看知波的崩溃训练时间。好啦，然后我们今天拍的是什么系列呢？因为我终于练到快38等，我想一直很想让大家看一些就是关于特殊关卡这些东西。先介绍第一篇哦，就是这边有许多特殊怪啊，这个就是可以拿到一些特殊武器的东西。然后第二栏呢，就是经验石，比如说你的武器强化啊、衣服强化啊，还有你的技能强化，都是可以用这些石头的哦。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每周会开放的系列。然后第一个忘记是，也是就是一些合成的那些道具，就是你的装备那些在进化合成的时候啊，比如说你看按一个进化合成的时候，它就必须要一些。比如说，这就要很多件这个内裤，豹纹内裤，豹纹内裤。反正就是周二的，就是开内裤打关卡；周三就是开人类的，小男精灵，好不好？小男精灵的关卡。然后第四个就是开宝月吧。然后第就是假日，就是跟那个其他手机游戏差不多，都是开一些那个赚钱的关卡之类的。然后第四关呢，就是开那个王冠，好不好？然后打下去就是会有一些。可能会掉落的装备啦，好不好？然后在第五个就是我们的爬塔，爬塔我有录过影片啊，之后还会是会上传。那个时候大家都只有打到400多分，然后我很努力的有把它打到一个定位的分数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啦，好不好？这是什么呢？应该算是小玩关卡挑战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打吧，我们不要跟我讲说什么挑不挑战地狱级什么东西，请看看120等啊，我们肯打赢呢？超级90等打不赢，来不来60等60等打不赢，好不好？我们38等，我们就按部就班，我们打40等。我们来为大家揭晓一下这个魔王关卡到底是打什么呢？那我们就进去开始咯，来挑一个比较强烈点，对的。好，就是你啊，攻下信奈，超强的80等。我不知道你每天都花多少时间在崩坏学院上面，可是记得要好好赚钱，然后要好好读书，赶紧闭嘴啊！好啦，对不起，不关我事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咯，今天就是我们的特殊王关卡系列啦。然后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把枪呢，就是散弹枪，可是这把散弹枪呢不一样，就是它有3秒钟的时间，就是有几率可以让怪物呢，就是降低那个攻击力的，还蛮好用的。然后我现在王出来了，王出来了，我们先把周围怪物打死。好，这是很可爱的王啊，幽灵。好，这应该是他第二招招式幽灵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他放招的时候有点会累格，他这个范围好大、啊。好。其实大家在闪那个喂，那哦，花了东西，这是什么鬼？等一下哦，其实大家叫，其实那招是蛮好闪的，招式是蛮好闪，就是它幽灵会有一个就是类似一个波动，然后黑色幽灵你闪不过的话，你可以用枪直接把它打掉，可以打掉，然后再就是，它这招是照怪物。这些妹妹都穿得很好看的衣服，然后他制造这种放那个漩涡鸣人，不是漩涡鸣人，等一下，我最讨厌这招，这招好痛啊！然后这个变的时候是可以打，然后他其实幽灵就会有一个飘的方式，就是你可以去闪那个飘的方式，不然撞到是很痛啊。然后这个黑色幽灵是可以打掉的，然后这个大漩涡记得一定要闪掉一下，不然危险。完了，好难，有点难。不要变那个绿色幽灵，拜托你，姐姐，绝对不要变绿色幽灵。来啦！不是说好不变的吗？不是说好不变的吗？你看，好痛哦！这绿色幽灵好痛哦。可是其实是很好闪的，可是我可能快死了。好，照怪物给我，拜托。然后给我补血包，
哎，给我补血包，不要漩涡，不要漩涡，为什么给我漩涡呢？啊，不要，为什么是黑鬼？补血包，给我补血包，我、哦、没办法，我只能叫我的好友出来了，不然我快死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完了，没带补血包的下场就是这样。好，我快死的时候叫一下好友，拜托，求求你救救我，信奈，救救我，信奈。哦，信奈好痛哦。好，哇，信奈只能用一次，我想要无限的信奈啊，信奈。能否给我无限信奈？要不然就是，哎、欸，等下，僵尸变强了。等等等等，是漩涡，是漩涡。哎、欸，好恐怖哦！啊！预设幽灵太强了。哎、欸，那个预设幽灵好强哦。那其实大家都有就是看到，就是其实就是不会太难闪了，可是你要闪得过啊，电脑又特别难操控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今天因为一次就耗体力15啦，我们就打两场好吧？啊，打不赢，哎、欸，我以后再努力打赢给你。太难了吧？难怪要你40等才可以挑战，还没有40等的小朋友，不要急着来挑战哦，好不好？昨天我呢都已经很努力，好不好？练到这个等级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能不能给一点补包啊？然后这个模式呢，就是所谓的坚守地盘模式啊。何谓坚守地盘模式呢？就是它会那个，它会给你，就是你在一个区域里面，然后你就要一直把这些怪物都杀了。安尼大概有了解无？有吼，了解就好啊。哦，不要 ，no， 哇！其实就是大家就是绕圈圈，有没有？它会有一个节奏，有没有？又又又又绕圆圈的节奏。然后你可以打它，它也是会损血。然后这个漩涡记得一定要闪，不然可是会非常痛。然后黑鬼也是，就是他们幽灵都是有一个飘的那个度。是漩涡，是漩涡。漩涡来了！啊不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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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哟哟，节奏节奏，有没有 tempo tempo 出来？他们打不死你，好不好？哟哟，哎、欸、对对，没错，要记得有一个节奏，就像跳舞一样哦，就可以打败他了。他其实是没有那么可怕的啊、哦！如果这个时候有信赖就好了，没关系，我还有一个朋友，我相信他也是很强的，他起码也是40级人，别怕。我们就期待他掉什么东西给我们吧。是漩涡，是漩涡，快赢了，快赢了！看来我可以不用朋友都可以打赢这个可爱的。你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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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哟哟，节奏节奏 ，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， 哟，节奏节奏节奏，跟着节奏走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他应该是召唤人，没错。哎呀，魔庆记啊，魔庆记啊，安尼这时阵敢搞魔庆记，妈呢？黑鬼，黑鬼！好、哦，要赢了，没掉东西。啊啊啊！什么东西都没掉，不是吧？啊！我们明天再去，明天再冲一发吧。